来看这里，看这里，好好好，很棒很棒。来阿妹，嘿，拜。因为现在野姜花盛开在投射水库，所以蚂蚁非常的多，而且会咬人。这里就是投射水库，非常恐怖的蚂蚁，整个沿岸充满的蚂蚁，黑蚂蚁非常的凶猛，人一接触到，他就给你猛咬，非常的漂亮。现在是在日月潭旁边的投射水库，野姜花这个时候已经九月了，还盛开着。也有看到蕨蕨类的植物，在黄昏的时候来到此一游，其实它是有门禁的管制，在出入处他已经把门关住了，通道他已经把门关住了，但是有一个遛狗的人，他用爬墙的方式进来，他们是在地人，所以就帮我们扶着，让我们爬过门槛进来，不过我们也没有破坏任何的景观，严守着公共的道德。这里是投射水库的景观，在傍晚时分，非常的漂亮，因为门房会把它管制，是为了安全的关系，在地人他们还是会爬进来的，只是门房的人认为有人摔下去死亡，所以在傍晚的时分就不要人再进来了。所以尽可能还是要严守着规矩，而且不要攀爬危险的地方。现在因为雨季，台风天下雨太多，也不要做一些危险的动作。投射水库是从日月潭过来，象山、龙凤庙，再过来一点就是投射水库了。我现在照的位置是在吊桥的下面，吊桥它是可以往上走过去整个投射水库的潭面，黄昏时刻真的是很美。
这里是日月潭旁边的投射水库。诶，伊个土有迄个造泽地，有弹性的，叫啥物种土啊？湿地哦。湿地嘿，湿地也有弹性，也是成为一个观光的景点了吼。嗯，你看那个这个傍晚的时候，那个树啊都倒影在湖面上啊，哦。这里叫投射水库，它是靠近在日月潭旁边。现在是黄昏时刻，天色已经渐渐暗了。这里的特征就是有野姜花的香味，它到五点以后就有门禁的管制。小黑来，小黑，小黑，来，嘿，小黑很友善哦，狗总是很友善的，小黑来哦，小黑，不像蚂蚁都会咬人。小黑来，小黑来，哦，来来来来，小黑，小黑不要怕，小黑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小黑，小黑不要怕，来，小黑来，来，来，握我的手来，小黑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他们会怕你哦，小黑来，小黑。好了好了，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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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黑回去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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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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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